开饭了，家人们！今天吃的红烧鲫鱼，然后海带包饭包。哎，家人们都知道我老公炖牛窝骨啊、牛排、羊排啥特别好吃，但是我老公做这个鲫鱼是一绝，老好吃了。我家亲戚朋友就是都喜欢吃。嗯，好吃。本身这鲫鱼是我姥姥的最爱，今天由于外边下雨，我姥姥还没来呢，我姥姥、一会儿姥来。嗯。老香的了，给我姥姥准备的火龙果和猕猴桃，给我老公卷一个海带包饭，来个土豆泥。哎呀妈，老公啊，我整的有点大了，没事，太香了，给你蘸点酱，行，来一口。家人们，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觉得我老公做菜有食欲的，赏我们个小心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啊！谢谢家人们了，一绝，真的。点名，所有的亲戚朋友点名要吃我老公做的这个鲫鱼。行。看这臭的好吃，臭的点。夏天到了，这蘸酱菜小臭的，可香了。鲫鱼好吃，就是刺儿太多。来，老公。